少来一点。他这上面写着糖葫芦吗？这哪有糖葫芦啊？对了，我也点，但是他这上面写着。不是，他这会不会是小吃？这个上面写着，我看里头都有鸡柳了，哪有糖葫芦？但是他这下面，啊，他这个下面表面写着。下一个不要香菜啊。这不要香菜。